哎，比赛开始了，我们马上回到比赛的画面。现在是Six Man 的艾丽 Alex 玩的小丑，在这边直接是看到了空军，但是没有理他，看到是上了二楼，直接这边没有理，还在继续寻找推进器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。这边是发现了封印，也是在继续寻找。其实小丑的前期也是非常依赖推进器在找人，尤其是这样的大图里面。对，这边直接看到没有打到，在这个位置，那海豚也是用了自己的技能，在这边继续追击上了。哎，这一刀还是拿到了，打到了，在这个位置。那这边继续去追击，技能了。这边直接放板，把自己围在里面。那我们。看到小丑带的技能是一个闪现，那这边 CD 好了也是非常危险了，在这边直接聚一个板子，这个套路他并没有吃啊，直接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转走了，但是可能来不及。恐惧震慑漂亮，直接是击倒了，拿到两点存在感，对，调伤师感就可以得到二技技能了。对，那我们这边看到他的存在感也是几乎是已经满了，在这边马上救人的时候，在是拿到存在感就可以开启二结局了。马上赶到对空军，对赶到附近过以后，直接一个狙，空军直接交了枪，在这个位置打到了小丑，小丑这边紧追不舍，然后空军把他拉下来，这边是有一个搏命挣扎的，看小丑这个位置是选择追谁，直接选择追空军。那这边空军是。是有一个搏命挣扎，是继续选择逃跑，那他就要倒了。对，小丑是就不管他了，也是要选择去追调香师。那这边继续追击调香师，调香师转了一个板，运用回技能，回了，还可以。在这边交了一个闪现，在这个位置，但是没有聚到在这个位置。对，调香师也是使用了自己的技能，然后这个位置看小丑是不是要套路一波，在这个位置。把锯子举起来，能不能套路？套路到了，稳健，哎，漂亮！对方翻板的僵持还在持续当中的时候，才转向锯过去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时间他是没有办法来得及再转回去的，再翻回去的。对，在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套路，对。这就是你没有办法空手，没有办法反击的一个套路，对，就是个短板。对，在这个位置看，调香师是二挂上凳子了，那空军是依旧是吃了钻头吧？刚才在很远的一个地方还是倒地的一个状态，那这边是这样的话，这边的求生者就非常被动了，所有人的位置都非常远，而且空军的枪也已经交了，就算赶过去可能也是来不及的这个距离。那这样的话小丑直接是拉了一个锯到了机械师，机械师是有没有想法去救他，是正在靠近但是放弃了，选择这边的板区，没有办法的，对，因为是太远了，直接是跑不过去了。那调香师是直接飞了，然后这边直接又一个锯拉倒了这个机械师。雷弱怪在板区面对二阶锯的小丑也是毫无还手之力的，非常的无力。但是机械师貌似他的宝宝没有招出来过，那么他宝宝就应该在外面，可能还可以继续修机。所以说艾丽他也知道是这个情况的话，就直接转移到下一个目标。那我们看那空军也是交了自愈，然后接着去选择修一下电机，那后面就交给了机械师，机械师是倒地，但是没有选择去挂那边，再追一个魔术师，魔术师是否能利用他的魔术棒，能够多拖延一些时间给？空军修了一台，现在还剩场上还剩两台。对，这边一刀平 A 直接打到了魔术师，那魔术师选择往二楼转点，在这个位置一个锯看能不能锯到，有没有分身？机械师在一起，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触摸，又或者直接对直接一个锯带走了。机械师宝宝在另外半场再继续修机，可能会看能不能够坚持住最后一台机的这个时间啊。这个空军是过来有想摸机械师，但机械师对没有找到位置，这边是应该是被卡了。这个距离有可能会有耳鸣出现吧。他有可能会发现这边有人在摸，应该能听得到在摸的声音了。也许能找到的话，他们这两个人就很危险了。机械师已经把宝宝从远处调过来，想去尝试的救一下魔术师。那这边直接一个锯打倒了空军。那看，机械师的娃娃会。娃娃距离还很远，有可能还会被中途拦截。对，那现在已经快到面前了，那小丑也是往回赶了，在这个位置，那这边可能就危险了。那放板在这个位置直接闪现一个锯，非常稳健，直接带走了机械师的娃娃。那这边，空军应该是交了自愈了，那还有
机械师。他要是挂机械师，这一局就基本上就告终了。二选一，啊，挑中了一个空军，随手放下了身边的椅子。那这边机械师又站起来了，那还会选择去继续的去转点？对，看一下，就只剩这两个板子。地瓜的一个发挥，这边直接一个套路反过来聚一个恐惧震慑，套路加反套路，假装往右边聚，但是我知道你要往这边来，我直接就转头又聚回来。对，直接一个套路带走了机械师。那这一局比赛的质量也是非常的强，非常精彩。那恭喜 XM 战队是以淘汰全部击杀的一个成绩，淘汰四人的一个成绩，然后。嗯，这局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一个、老司机还是不一样啊，处处都是细节、娃娃的修机就很差。第二场了，开始了。我们看到开战队选择选择了一个杰克，那杰克在改版之后也是非常强力的一个监管者。那我们这边来到了一个马戏团，这边是看到了店长在前面、这一把果然是抱抱熊玩的是前锋，年华玩空军，两色机械师，店长是魔术师。现在右边有个娃娃，看到了吗？没有看到。好，前面追的是店长的魔术师，前面还有一个养死的机械师在这个火车后面，但是没看到。好，这一刀是肯定是中的，就算是你放影分身还是会穿过去的。这就是杰克的误认的一个强势的地方了，他会克制很多技能。那这边他的误认还是跟随着魔术师在这边，还是在没有这一块都是有张狂在这个位置误认的那个区域覆盖，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移动速度技能的 CD。 对，这边直接一个误认穿过了，分身直接打到了魔术师、那魔术师这边是被击倒。像这种狭窄的地方杰克也是非常喜欢的，你必往这儿走，那么你只要走，你走不走我这一刀你都必中。其实杰克在这个版本当中是非常克制魔术师的，也克制机械师。对，因为他可以穿过他的误认，可以穿过娃娃和魔术师的分身去打到他的本体。他甚至在手势的时候都会有特别的套路，看看这一次他会怎么样去手势、对，我们看到年华现在已经拿着枪过来救了，那这边会直接打吗？一个误认没打到。好，选择继续跟了一刀，直接救。好，这边前锋过来，利用这个灯柱子成功的很远的一个，然后这边交了一个金身，枪是没打出来，枪是没打出来，在这个地方空军是搏命挣扎，是，那这样的话，空军还是会倒地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前锋还在旁边继续守护。那前锋还是继续骚扰杰克的追击。杰克不知道还会不会找得到店长了，他应该是没有足迹了，但他预计到他会往这个方向来，继续往这边找，但是不知道具体位置。还是找到了，看到足迹了吧？开始继续追击店长了，然后抱抱熊在旁边护卫，杨婶在旁边在附近用那个宝宝在修门附近的机子。我们这边看到又一个误认，直接穿过板子击倒了店长。现在我们这个看一下泡泡熊这边一个老练的前锋是，对，是怎么样去支援队友的，缓解队友上椅子的速度的。那这边还是利用这个窗户不停的对在套路了一番，你不翻这边是没办法翻了，对，只能吃一刀了。这边是没有打到，这边是跟了一刀，对，第二刀，然后攻击到了这个前锋。那前锋是并没有走，依旧在旁边骚扰。那这边选择挂，那直接撞倒，预计的魔术师快要摸好了，所以赶紧过来抱一手。对，也是一个老道的一个杰克。那一个误认被灯柱挡到了这个位置，那前锋是选择开球直接转点转窗户那个位置，但是杰克的移速非常的快，移速加成的。 对， 对，杰克在这一点就是有克制到前锋了，对，直接打了一个恐惧震慑。那这边不挂前锋，选择继续回去追魔术师，因为魔术师还是倒地的在这个位置。那这边直接去挂上魔术师在这个位置。那这边机械师是修机已经修到爆乌鸦了，在这个地方沉迷修机无法自拔。宝宝在修，主要对，在用宝宝在修，队员都受伤了，他也修不动。对，在这边摸起来了，直接摸起来前锋，或者是去救人，在这个位置他要想办法去救人，但是店长是魔术师，要救他的话要很费时间，看他会不会守得了，还是救掉了，那还行。然后在这个位置看机械师想去挡刀，但是没有挡到，店长从滑梯上滑下来，选择进入一个板区。那这边
误认也是刷新了，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杰克在追击，那是不是店长已经知道？会不会预判一个位置呢？还没有，在这个位置没有打到。这里有两个板子，还是比较无敌板的。那还有还有一台电机了，在这个位置，很快就要打开电机了，在这个位置是最后一个空军在修，对，年华在修。好，那一边还在继续追，抱抱熊也还在附近。那这样的话，杨子也没有过来这边集合。那这边是直接打倒了店长，看一下电机能不能打开。还来不及，还要踩一个板子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挂起来了。那前锋是不是？前锋选择过来帮助修机，那这个位置是魔术师的店长是要被淘汰，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机械师的位置是还是比较危险的，是在杰克处在同一边，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耳鸣触发的，但是他也没有停止住脚步。电机应该是快要打开了，前那个空军是直接往门口去跑了。那在这个位置杰克也是非常快速的赶到了一个发车站的一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豹熊是直接上了一个过山车的位置。对，看看杰克能不能赶得上车，快走快走，不知道有没有赶得上。没有赶得上，那很好，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借机开车走了。这就是这张地图的一个特点了。他们中间是已经打开了，对，已经趁空闲的时候直接坐到了第三站的位置，那离门的位置也是非常近了。这边已经看到娃娃是把门打开了，然后娃娃选择出来扛刀。那这边三个人是已经到了大门，那可以的，这个细节处理。两个人在其中一个门去吸引屠夫注意力，然后只要是看到那个监管者过来了，你来我就往车站走，对，直接我就坐车，我就一个人去开门，另外一个人在外面放哨，然后一看到他要过来，直接就往那个车上走，这样的话杰克就可能来不及过来阻挡了。好，那不是很明白，可能第二局开始了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一把还是刚才的黑战队的杰克继续对阵 Sixman 的四个人才。我们这边看到阵容也是进行做了调整，这边是使用调香师换掉了魔术师，对，估计就是在针对这个杰克这个套路的。对，可能提防了一手杰克。那这边直接遇到的是直接一个雾刀打到了空军，那这边继续选择追击一个，这一刀是没有办法挡的。对，没有办法挡，在这个位置，那直接好，他预判一个位置提前交枪，然后正好尽管直接走出来了之后立刻中枪，这也是年华一个胆大心细的地方。对，那这边翻了板子之后可以看到空那个杰克是没有带分窗一个技能的，带的是一个传送吗？闪现是吗？就是闪现技能吧，是闪现吧。这一刀并没有打到。那在这个位置还是围绕着木屋转，这边躲了一下，把误认躲过去之后去选择一个放板，然后再翻过来。就是这张图也是今天第一次遇到的图，是湖景村，不过也是另外一张大图，带的应该是传送吧，我这里看的不是很清楚哈。在这边直接击杀了机械师的娃娃，然后使用传送直接找到了机械师。机械师在小船这边附近的双板区，那这边一个穿板刀，因为机械师放板实在是羸弱快，对，太慢了。那这边机械师应该还有一个宝宝吧，看他会不会会放。这边使用误认使自己加速进入一个隐身的状态啊，这边再次追，发现上船之后也是没有选择追，从这边反过来套路一下，这边放过板过以后往船的位置去，看他会不会相互套路一波，预判他的位置，误认来一刀。对，但这个地方是有误认的，灵性躲一下，有误认的，那这边选择往箱子后面蹲一下，然后躲过误认。现在没有前锋已经过来骚扰了，现在没有板子了，但是前锋及时赶到了，这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配合了。那配合也是非常的一个默契，配合让杨子有没有时间足够转到下一个转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这边转到了三板，看能不能拖延更多的时间。板区这边直接砸到了，那就很赚喽。杰克这边还是选择对直接追击一个机械师，机械师还是在不停的转点。这个误认又没有打到，着急了，这边又是另外一个三板区了。那这边选择让下板
配合无间啊，让前锋下板，因为机械师对加成的速加成的，但机械师是有雷弱的属性的，所以说前锋帮他下会非常稳妥。对，让机械师先跑在这个位置，嗯，让机械师就能成功转到这张图最好溜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大船了。对，机械师已经转到船上之后，那这边选择追了前锋，现在目前一个人都还没有倒，已经射完四台机子了，最后剩一台，杰克一脸绝望呀。那这边是看到了空军又追回来了，是开局发现的一个空军，这边选择是不是用误刃打一刀？对，这个还是地中的，对，打到了空军，之前被摸好了啊，现在对是被队友摸起来了，这边还是传送到了前锋的位置。对，他可能想空军中了一刀就没有办法，还有调香师，对，调香师也是在这附近。那这边还是选择继续追击这个前锋，其实杰克对前锋的威胁也是很大的。那杰克这边是选择不走了，在这边直接追一个调香师，那调香师使用自己的技能把血回满之后又吃了一刀，然后利用杰克的擦刀，然后自己再继续转点。那我们场上的所有的求生者是一个半血的局面，他们现在又很注重一个细节了。虽然说我们还没有人倒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受伤的情况，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保持有一个人至少是满血的，万一有人倒了，这样随时提前摸好。这边一个误认直接击倒正在摸空军的机械师，那这边我赶紧把娃娃弄走。对，可能是刚才杰克隐身过以后，他们是没有第一时间发现，对，没有第一时间发现，而且使用误认是去击倒了机械师。那这边空军也是直接倒了，对，在这个位置，他们两个人在，因为是误认打到了，因为是误认打到了机械师，然后又跟过来过以后把空军击倒。那这边，前锋是被摸好了，然后。应该是还剩最后一台机，不知道他们最后的休机状态是怎么样的，不知道压没压好。那这边直接选择救机械师，那直接救下来了，然后扛了一刀在这个位置。会不会再等一刀，然后再亮机子呢？不知道是机械师的宝宝是不是在压呢？那继续选择去追一个机械师，机械师在这个位置很难受，一个误认，还在修，赶紧报，还在修，有没有？能不能来得及报？好，报上了，看看前锋能不能撞。店长，那我们这边撞下来了，已经压好了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是不是要等着，要再去救一波呢，那再去打开这个电机呢？应该是已经压好了，我看已经是不修了。如果在这里被误认打倒的话，你要起来直接就会再倒的，起来了，直接一个大型刀，结果又被一刀就打掉了。所以说这个开机的时机并没有很好。对，杨子不应该往这个倒地的位置不是太好，可能是死角来，他应该往外面走，可能是想去海边捡箱子，能不能回一个血？但是对，太贪了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但是也还好吧，还是有很多机会的。杰克是没有选择，现在三个人都在那个小房的位置，除了那个机械师自己有一个娃娃在这边压耳鸣，现在有这个情况，这是个细节。你旁边有个宝宝在压耳鸣，对，杰克也是在找，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想过来救。对，这个杰克就不会敢去一下子走太远。对，传送到还是小门这个位置，传送过来了，但是机械师也来不及救了。救了吗？要前锋是想要走门还是直接从地窖走呢？那我看他还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，在这个位置地窖要被找到了，就在前面，应该有风声能听到。对，已经发现地窖的位置了。那我们恭喜 SM 队完成了一个逃脱三人的一个成绩，也是十分挺不容易的。对，十分不错的。对，王一之主也是非常主流的一个监管者。哎，我们刚刚说到的红蝶终于 PP 线上场了。那我们这边看到地图是没有变，但是由 PP 线使用了，对，不一样了，有一个盲女在这边选择了一个盲女，对，速修流盲女配合机械师，在这个地图里面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修机速度。那这就要看 PP 线的就是击杀人的速度如何了，是否能赶上这个修机的速度。但是这边先发现了调香师，调香师在这个板区也是跟红蝶在进行一个
两个板应该还是很稳定的，可以下下来的。这也是细节，提前放，不跟你卡板子，不多 BB， 直接放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开技能，对，知道自己要吃刀了，开了一个技能。回血回的有点慢了，但是皮皮先感觉到这两个技能用掉之后，放直接就对放弃追这个调香师啊，选择修机更快的一个盲女。他估计到盲女肯定会去选一个安全的地方修，一看大长的机子在动，他就估计是盲女了。这边盲女直接从二楼跳下去，然后没有选择再次到船里面，然后这边一个擦刀，那盲女也是穿板刀的博弈啊，盲女还是没有稳住啊，还是想翻了呀。对，吃了一个擦板刀，这边直接选择挂，在没有前分的情况之下呢，挂是比较稳健的，对，是挂上了。那这边还有五台电机，好，空军已经在旁边 stand by 了，是直接准备开枪吗？那并没有，空军还是不要浪费这个能坐椅子的时间啊。对，还是为队友想争取一些更多的时间。后面绕卡视野，对，跟这个红蝶在进行一个来回的一个转，在拖延盲女的一个时间。哎，往后面飞了应该。但是红蝶这个地方已经是哎打了一刀，这边直接选择救人回去准备交枪，在这个位置没有第一时间交，哎，而第二时间交，但是在这个位置没有挡到，对，如果他再往前飞一点，可能那一枪就要被桶给挡住了。对，直接打到了一个红蝶，在这个位置是红蝶依旧去追一个，这边有一个板子已经被下过了，看对盲女直接翻板子，这边一个套路直接从这边过来一个，并没有直接飞啊。对，破窗理论转点，但这边距离不够了，这边还是选择。对，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人皇女的位置，它这边非常的远。这边在空军半血的情况之下，这个位置还是不是太好，就估计是看一下是自摸摸，应该是来不及了。甚至两个人的位置，他们跑过来几乎都救不到。他们离得太远了，一个是在船头和船上。还船尾三个人，一个在海边，一个在船下。在这个位置，调香师是赶紧跑过来，应该是还能来得及的。那红蝶也是回来手了，那这边是选择要放飞天，哎，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强行拖延时间的方法。那这边还是卡到了一个，但是第二刀没有击到香水，对，香水回血过以后，是否选择再去帮盲女扛刀呢？他应该要去追盲女了。对，盲女这边再次被击倒，那是再上灯的，那就是直接飞了。那我们这边看到他的传送也是已经好的了，但是还有两台电机在。先把盲女挂死，还有两台密码机。对，在这边传送也是已经好了，看他先去打扰修机速度。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机器人，但是机器人把这个电机打开了。最后一刻把机子给亮了。对，但这边是爆点了机械师。机械师的位置应该还是比较远的，那这边已经在大门旁边等候了，已经等候就绪准备开门了。那这边是不一定能够修得好啊，是否是准备开机？那调香师是已经卡好电机了吗？那这边放了一个香水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机械师那边也在修，这边我估计他还没有修好吧，机械师那边在修，机械师修的速度会有一点点影响，但是还可以修得动。那这边是不选择去打这个调香师，那估计是电机已经压好了，能听这个声音已经听出来了。皮皮线也不打，就对，如想搏一下。如果我打你一刀，你开了机过以后，更推。对，在这个位置，那空军也是选择过来皮一下。对，这个你打不打？你打我就开。那这边对，直接。哎，那这样的话，哎，这刀没有中。是也是有一个挽留技能的，直接开机过以后选择打这个调香师。那空军过来想用自己去让这个红蝶去攻击自己，然后换调香师再用擦刀的时间去打开电机，因为打开电机过以后那一瞬间就已经是挽留的技能了，那其实就是想去让红蝶去先攻击自己，然后再去开一台电机的情况下，能够自己利用一个回光返照去进行一个转点。现在是红蝶已经去小门了吗？他去小门守，然后空军绕了一大圈回来要救机械，要救调香师，然后但是这边是直接打倒了机械师，机械师是被挂上了，但是还是有传送的呀，这把还是有可能会四杀的。看看这机械师上椅子了之后，这个
空军救了调香师之后，这个门还没有开，然后红蝶的传送已经好了，这时候看他们会怎么选择。空军这时候绕一大圈想往小门这边跑了吗？然后另外一边调香师可能会开大门，看他会不会开，能不能开好，会不会选择手呢，能不能拦截到空军，还是能不能拦截到这个调香师就很关键了。那这边大门应该是已经快开了，没有选择传送，他应该是要排那个耳鸣去找空军的位置，他应该要大范围的守，看看会不会找到空军。那这一局如果不是三跑的话，那就直接是输掉了比赛。那空军应该是会尝试着去，哎，对呀，空军他应该想一想他们队伍的比分情况是，对，如果不是三跑的话就比分的话就很难受了。还有梦想，因为他们前一局就是，那这边是想要赢过来救，是确实救不到，是想从另外一个门进行一个逃脱吗？啊，这那这边直接挂飞了。嗯，然后机械师并没有选择去救那空军位置，那这样的话空军是直接从门逃跑的，就基本上可以跑，就变成一个平局了。那这边也是出门了，那是一个平局，那这局比赛还是十分经典的，还是挺可圈可点的。嗯 ，PP 线就还是有淘汰掉两个机械师和盲女两个修。